各位同學大家好，咁而家嚟到咧 example 2，咁都係關於咧 distance formula 嘅。咁佢就話咧 ，in the figure 有三點，有一個 triangle 嚟噶。OK， are the three vertices 啲角，叫 vertices of triangle ABC。Prove that triangle ABC is a right-angled triangle。咦，要我哋證明佢係直角三角形喎？咁點樣證啊？嗱，我哋學咗 distance formula。Distance formula 是不是给我们找长度的，是不是给我们找长度的，就是说这三条线长度我们找到的，可以找到的。但找到长度之后跟 right angle triangle 有什么关系啊？线的长度跟 right angle triangle 有什么关系啊？记不记得？是啦，就是不是定理啦， Pythagoras theorem。 如果呢真是一个 right angle triangle 的话呢， ABC 之间呢有什么关系的呢？你记得 A square 加 B square 应该要等于 C square 的长度来的嘛，是不是？没错了，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真的去找一下它们的长度了。三条线的长度都要找，找完先，逐条逐条找。我们找 AB 先， OK， X2-X1 square一减负三嘅 square， 四减二嘅 square 加埋佢，然后开方呢度4×4=16，四减二24，好等于开方20 AB。好 AC 一减三 square 加4-0的 square， 然后开方1-3负二，负二的二次是四，4-0四，4×4=16，咦，都是开方20波，这里原来好了，那它们是 isosceles triangle 而已，但就未必是 right angle 波。 OK， 好了，看看 BC 好了， X2-X1 负3-3，小心啲用公式，2-0中間要點啊？冇錯啦，係要加埋佢，然後就開方-3-3唔係零啊，-3-3係-6，-6二次係36，二嘅二次係四，等於40嘅開方。好啦，嗱咁咧三條線都揾曬啦，咁佢哋係咪 right angle triangle 咧？咁係喎啦，呢個嘅 square 係20，呢個嘅 square 係20，加埋咪40咯。咦，同呢個一樣喎，係咪啊？你記唔記得點樣去 present 噶？記唔記得點樣去 present 噶？嗱好啦，咁我哋就再重温一次嚇，點樣 present？ OK， 好啦 ，AB square 加，我諗係呢兩條邊嘅 square 加埋，因為最長呢條啊嘛，係咪啊？最長呢條啊嘛，係咪？好啦，就加 AC square 啦，等於AB square 開方20，睇到啊嗬？加 AC square 開方20 square 等於20+20等於40。好啦，下邊呢個 BC square 等於開方40嘅 square。咦，兩個相等喎，所以咧，我哋發覺 AB square 加 AC square 等於 BC square。嗱，我哋真係做到佢相等嘅。我哋 left hand side 等於 right hand side， 咁嚟做到嘅。咁所以咧，邊一個係 right angle？ 呢個嘅 square AB 嘅 square 加 AC 嘅 square 等於 BC 嘅 square。咁即係話咧 ，BC 應該係 hypotenuse。咁所以咧，呢個應該係直噶啦。所以 angle BAC 等於90度。咦？證明題咧，我哋慣咗咧要寫 reason 嘅噃，寫咩 reason 啊 ？Pythagoras theorem。唔係，而家要去證明佢係 right angle triangle 啊，所以咧嗰個就唔係 Pythagoras theorem， 應該係佢嘅逆定理 converse of Pythagoras theorem。小心呢度咧，我哋用咗三次嘅 distance formula， 小心我哋點樣去 present， 點樣去證明佢係 right angle triangle。OK， 我哋要揾咗 left hand side 同 right hand side， 發覺佢真係相等嘅。好啦，證明完啦，就睇 B 部分啦。B 部分就唔難啦，睇睇先。佢話咧 ，find the area of the triangle ABC。area of triangle， 咦？
哦，有直角喎，呢度系咪啊？直角三角形嘅面积咪底乘高除二咯？边条系底，边条系高，冇所谓嘅噃，系嘛？两条乘埋底乘高除二，咁所以咧 ，area 等于系 AB 乘 AC， 睇下手指啊 ，AB 乘 AC 底乘高 ，OK， 同呢个冇关噶，底乘高除二 ，AB 乘 AC 开方二十乘开方二十 over 二。咁答案咧就係幾多？十個 square units。好啦，咁咧反而咧後邊呢一步咧比較易啲。咁你小心啲咧。第一你要睇下咧，你話我三樣嘢，我點知邊個加邊個咧？嗱，睇到嘅，因為咧，如果我哋要 a square、ab square 加 ac square 等於 bc square， 或者我哋話咧喺呢度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於 c square 啊嘛，係咪 ？c 呢條邊一定係最長嗰條邊嚟㗎，係咪啊？C 一定是最长的条边嚟噶，所以呢度咧，我哋睇下呢条边系开方实数啊嘛，所以我就睇住呢条边，呢条应该系斜边，系 hypotenuse， 应该系 AB square 加 AC square，AB square 加 AC square， 它等唔等于 BC square 啦 ？OK， 好啦，呢个 example two。